国各地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叫美美体，是一个主播。新疆是我生活的地方，我热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这片土地上的物产也很丰富。这个是我们今天刚来的新货，我们新疆的切糕，吃而不腻，买过的人都在说好。看，就这样子，漂漂亮亮的一个产品。这个呢是我们新疆的骆驼奶粉，朋友们，口感也是非常正宗的，好吃的。这个产品怎么样？产品是没有问题的呀，产品好得很。那你这个核桃你过来5公斤吧。行，好吧。好。这个是。2公斤多一点了。2公斤多一点，那行，多一点没关系。行行，我给你便宜点啊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平时闲的时候，我也是很喜欢去大巴扎逛一逛，看看最近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。每次来都会给孩子们带个小礼物。